今天前来调解的王女士和邓先生是一对结婚20年的夫妻。20年前，在邓先生的猛烈追求下，王女士选择了他，她也认定自己就是丈夫的白月光。可直到2015年，她才猛然间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一厢情愿，丈夫的白月光另有其人。在广州，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这个人是谁？王女士迫切地想知道。可还没等她弄明白，丈夫手机里的一条条信息砸得她心乱如麻。她以她的单身去跟那个女的接触。身边老实稳重的丈夫，手机里含情脉脉的花花公子，哪一个才是丈夫的真面目？我不知道她是怕寂寞还是干嘛的，给了这么多机会，好像没有信任感了。现在王女士再也受不了丈夫的谎言和背叛，只想彻底分开。我这一次是坚决说要离婚的。那么为何面对丈夫的一次次背叛，王女士却选择一次次原谅？邓先生又做了什么让薛刚做出了如此的评价？邓先生很聪明，他抓住了你的软肋。这对携手走过20年婚姻路的夫妻俩又将何去何从？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我不要花心丈夫。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邓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跟我老公2015年的时候，就是感情不好了，就是他出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对，持续嘛。我这一次是坚决说要离婚的，给了这么多机会，好像没有信任感了。邓先生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小孩也这么大了，我希望能调解到以后我们能好好的过日子，不要走到离婚那条路。对。他说是2015年出了这个问题。首先，我问你，认可这个说法吗？认可。然后第二个，他说的是持续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说法认可吗？2015年过后，他也知道的，我改变了多少，在我老婆心里，他已经有那个阴影了。所以现在你我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是。你的意思是现在只是他的怀疑？对，并没有事实的部分，是这意思吗？对。邓先生承认，虽然在2015年自己确实有过情感偏移行为，但是即使之后已经痛改前非回归家庭，妻子的怀疑却依然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可王女士表示，不是自己天性疑神疑鬼，而是邓先生花花心思太多。2015年，邓先生的行为就像是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至此之后，家庭生活再无宁日。2015年的时候，8月去河北，在一个工地上包了一个快餐那些东西的，做到过年前一个月吧，那个工期都结束了，工地上的钱一下子拿不到，要在那里等。我小孩在我哥哥家上学，我就说我先回来，他在那里等。他就跟他那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联系上了，初恋。后来他借钱去了他们老家，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我有头晕的毛病，他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在他手机上发现的电话记录，亲。哎，我就有点好奇了，这是谁？我看到一个地址是广东的，因为以前他跟我说过他初恋一直在广州。看到以后我就问他这谁，他就很紧张。最后我在他的那个手机里发现聊天记录跟那个女的的合影，我就当时第一反应我打了他一巴掌。当时
很崩溃，跟他大吵大闹。他当下是什么态度呢？无所谓啊。无所谓。这个事情怎么收的场？要跟他离婚。嗯，我嫂子也是，她说她是第一次，就原谅他，看他以后。他当时给你什么态度？好像觉得我发现了就发现了呗。你是觉得有点无所谓的态度？是。那你最终选择原谅，到底是冲着什么？他跟我保证以后不联系了。所以这是不能碰的一条线。对，这一部分邓先生要补充吗？其实那件事情我也有点懵，我只记得就是回到江苏后，我老婆把证据一一摆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当下那一下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心里对不起我老婆嘛。去看初恋是为什么呀？我一个朋友到我那里去玩，到湖北去玩，在我那里他说有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在那里发了视频，然后当时我就跟开玩笑一样的，我说我回去看了一下，结果真的回去了，然后我老婆就知道了。你就不是开玩笑，就真去了？对。为什么？当时应该是好奇心吧。我听我朋友说他离婚了，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不会被他发现。对，我记得下飞机的时候我老婆还打个电话给我，问我在哪里。你怎么说的？我发了个位置。假的。所以这一切是有意为之的？现在可以这样说了吧。就这七天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相处，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住在他家。是突破底线的吗？对。邓先生对于2015年发生的一切都毫不避讳的全盘托出。他表示，当初的初恋就像白月光，一分好奇，一分侥幸，就足以驱动自己抛下一切去找寻初恋。不过自己早就已经知错就改了，这件事也应该就此翻篇。可王女士的每一滴眼泪都表示，这件事对她心里早就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于是王女士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丈夫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她就会立即联想到初恋身上。因为她是2022年3月去了江西工作嘛，3月19号的时候，我的手工作的时候受伤了，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是中午发的，他到晚上他都没看见，他也没问到底几点了。他说他给我打个电话，确实我心里不舒服。我心想你在那边，你这么久你看不到吗？我问他在干嘛。那天我在玩呀。我说玩你不看朋友圈怎么可能呢？我说你在玩什么？过了很久了，他说我是在打麻将。我说你在打麻将，那你不是说你开始在玩吗？现在你知道说打麻将了。这是20号还是21号的时候，我说我来看看，他不是有两个电话号码吗？我就来看看这个号码。我一输入，他又注册了一个微信。我就叫我一个朋友添加了他，我就以那个他的初恋的那个头像，以他的身份去跟他聊天。他以为是他初恋，而且他好像那个信息发过去，他很想跟他聊天的那种状态。回来了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没有啊，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我说确定？确定啊，我怎么不确定了？我说那好，你把这个号码给我登微信。他看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我又逼着他打开，赶紧的把有一个工地上一个女的，她立即不是删她那个初恋的那个微信，她是删了那个人的一个微信。就总有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对，让我接受不了啊。邓先生，刚才他讲的这个你要解释吗？这个没解释。不是说保证不再联系吗？就是加了也没联系。不是为什么要加呢？还是侥幸的心态吗？没有，
那为什么加？那个没有，我的意思我们那个时候也没聊什么，就是不该加。但是你回答不了为什么我要加，是吧？回答不了。后来他发现的那个你立刻删除的那个又是什么呢？这个举动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倒记不清了，我记得没这么过。拿着我那个手机就是立马删的第一个就是他。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了？你什么都是忘记。王女士没想到走了个初恋又来了个不知姓名的女人，本以为丈夫的情感偏移是由于初恋情节，现在看来却是丈夫本性如此，花花肠子多。我不知道他是怕寂寞还是干嘛的，现在不是说很多有交友的那个软件吗？他下载了很多很多。在丈夫手机里发现的诸多交友软件让王女士更加崩溃，两人之间本就不多的信任更加荡然无存。于是翻丈夫手机成了王女士生活里的家常便饭，没想到这一翻又翻出了意外。在他手机上又发现了一个女的，他很聪明，他把那个通话记录给删了，通话账单里面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我拿他的手机的吗？对。你那个时候就不相信了？我不是说不相信，我说我看看没有什么，也就没事，因为我们也不是长期在一起。这回看到什么？看到了一个号码，账单上面一天打很多通的，可是在他的手机记录却没有。没有，他以他的单身去跟那个女的接触。你是说他告知对方他是单身？对，我看到，我问他，他说一个女的，我说到底是谁，我说在哪里认识的，他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叫小琴，四川广元。我说那他人呢？回家了。我说那打个电话，他开始不愿意打，我逼着他打，打过去我问他是谁，他就说 我不知道这谁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就说这个电话你们联系的这么勤，你不知道是谁？我说我是他老婆。他很诧异，你是他老婆？他说他没跟我说他有老婆，他说你们吵架不要牵扯到他，那是你们的事。他说那这个是怎么收场呢？大吵了一架，又打了他，脖子这里受伤了。他的态度是也觉得好像是说对不起，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一次。邓先生，这个需要解释吗？其实那个女的没有什么，在常州的时候我那个陌陌认识了，也不是认识，就是上面聊天聊的，后面没有什么，聊了几天我老婆就知道了。没什么？聊什么呢？没聊什么，他们来人也是我们老乡，就在那个后面。我们是以什么目的去认识对方、交往对方？无聊嘛。这个聊天如果就像你所说，这个没什么，为什么要把记录删掉呢？因为我老婆她对陌生人呢是比较诧异的。你知道她介意？对。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也说不上。聊得很频繁，我们也要干活了，就是不干活的时候吧，闲下来了就会聊。对。你不会跟你老婆聊？你们之间这种沟通多吗？小王没有，他从来不会主动发一个信息给我。你会主动找他吗？我会发给他，有时候他不会回我了。所以他对你的态度是？我记得原来我给我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我就跟那个弹弓一样的，就是拉得越紧弹得越远。他对你拉得紧是因为什么呢？如果要算源头的话，肯定是我出了问题。他的性格也不好，反正是加上偏偏你又出问题，而且还再出问题。你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和什么样的要求，你依然这么去做，第一次抱侥幸，第二次抱侥幸，第三次还是抱侥幸心理吗？侥幸，还是依然存侥幸。
邓先生认为是王女士不够贴心，不够关心自己，所以在妻子那里缺失了温情，自己只能向外去找寻，这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怀揣着侥幸心理去挑战王女士的底线。但王女士表示，不是自己不想主动去关心丈夫，而是丈夫用她自己的行为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一点一点磨光了自己的信任和爱。大家好，我是铁峰，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补充辅酶克时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有一些老铁觉得啊，辅酶克时太贵了，不敢用，动辄一个月都得300-400元。不过本档快乐团拼让您买到就赚到，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298元一瓶，本档团拼价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瓶为一组。那您是没听错，一个月才49元，平均每天相当于1.6元，而且只限购3瓶。本档我们只备货了300组，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线，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款辅酶 Q 十首先就是含量非常高，每一粒的规格是300毫克，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3.3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属于小蓝帽，好用易吸收，被称为是心脏加油站。平时因为价格高而不敢服用辅酶 Q 十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本档福利价格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相当于每天1.6元，自己用或者买一套孝敬爸妈都可以。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298元一瓶，本档团拼价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瓶为一组。那您是没听错，一个月才49元，只限300组，电话正忙，库存急速下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一起团。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京视频 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就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2018年的时候，他就准备说自己去工地接活，我就说你们在工地上就好好安心的干，家里房贷我说我来，我就说我把小孩管着。2018年没有出什么问题，挺好，好像看起来是有希望的样子。是的，两个人都要往前奔了。对对对，2019了，5-6月份的时候，工地上有的时候他会停下来休息，做完了休息2天，我在上班，我中午的时候我说他在家休息，我打个电话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在工地上，我说你在工地上，我今天也不怎么忙，我说你发个定位我也去玩，不发。我就觉得奇怪，不发，那我就传个视频过去，视频也不接，跟我说在什么什么地方打麻将，打麻将他是会接视频的，那是不可能是在打麻将的，他又是在骗我。我说你立马给我回来，把车给我开回来，我说你到底去了哪里，我说为什么不接视频呢，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呢，我到6点下班，我没直接回家，我就在我的车库里面，他可能一开始也出去找我的，因为他打电话我没接，我也不想跟他说在哪里，我是故意的，在车库里面我就坐在那里，我把灯关了，最后我看着他把车开出去了，我就赶紧上楼，他一会儿也回来了，看见我在家，我也不理他，他一直问我去了哪里，我打这么多电话你也不接，他质问我，我说那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最后洗过澡睡觉躺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就骂了他一句，我把枕头拿着说到我儿子房间去，他起来他就打我，
他自己的问题，他反而还指责我。邓先生，那次我其实在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接呀，为什么不接呢？我知道打麻将可以接。嗯，他的脾气我知道，假设那个时候我在打牌，他会不顾脸面的到那里来抓牌呀怎么的。我是记得正月初五我们打牌，他报警的。所以就说他不能容忍你打牌，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我平时打牌他又没有说。现在那为什么那一天你就担心呢？我也不知道，写了个保证书给他吧。保证什么？不再打架了。那关于隐瞒他这一点呢？他介意的事情我不去做。他介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搞明白了没有？其实我们沟通很少的。那这个不信任的种子就会越来越……没在乎过这个问题。面对张婷的追问，邓先生只剩沉默。他到现在依然搞不清楚妻子这么多年真正介意的是什么，又或者是他明白一切却依然抵抗不住心底的恶魔，只是凭借本能惯性的重复之前的行为。而王女士就在丈夫这无止境的欺骗和游离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偏执，一次一次被风吹草动影响情绪和判断，最后也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模样。现在的婚姻状态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观察员薛刚认为，想要挽救这段婚姻，最后一次的机会就握在邓先生手中。首先呢，我想跟王女士说，邓先生很聪明，他抓住了你的软肋，他知道两个孩子就是你的软肋，所以他一上场不停地强调说，两个小孩都这么大了，我们还离什么婚呀？但是有两个孩子作为我的软肋，我就选择我放弃我自己的生活吗？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我要追求我的幸福。在这段婚姻，我特别特别的同情你，没有安全感，没有主心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学会先爱自己，再去爱身边的人，对自己好一点。邓先生，我想跟你说，第一个，所谓前任的微信所有联系方式全部删除，不要再有任何瓜葛和联系，保持必有的界限感，那是你的过去，跟你现在的生活婚姻没有任何关系，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个，把心思放在这个家上面，我努力赚钱也好，我努力想办法去挽回他也好，行动和语言，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你要费很大的心思去感化王女士。我相信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女性忍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人，钱没有，信任没有，关怀没有，那我嫁给你我是为了什么呢？第三个，小朋友都知道撒谎不对，你在做什么？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正常的视频就接，两口子正常的沟通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挂了或者你隐瞒或者你编各种理由，在当时不接事后去解释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方式他会舒服吗？一点都不舒服。最后我想提醒你的是，因为你伤王女士真的很重，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再有一次，不管是谁劝你，王女士记得做自己，内心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邓先生，王女士配你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有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娇妻，长得浓眉大眼老实巴交的你，居然也还会出现背叛。出走之后的回归很难，回归之后的重建信任难上加难。你既然打算要把这段婚姻进行下去的话，那你就得做好这样的一个充分准备，你得承担起在你造成了婚姻大厦即将坍塌的时候，你就得承担起后续一系列他的猜疑、他的控制、脆弱。你犯过错了，你打算回归了，那就注定了你这辈子你就要学会去
将功补过，学会去自证清白，而不是等着妻子来一次次的盘查，一次次的去质问。你要主动的去报备，包括关心妻子，因为你的心在哪儿，时间就花在哪儿，说明爱就在哪儿。这难道不应该是你该做的、该弥补的吗？反过来，你不接妻子的视频，到头来还去怀疑妻子，因为自己曾经心里有过鬼，所以呢，你就会认定，当妻子和你有同样的拒接电话呀、不联系、失联呢，说明他一定有鬼。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一个你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投射，你居然还和他动手。我说句心里话，妻子那么娇小，打你也过不过是粉拳伺候，你还真跟他动手，是个大老爷们都不应该这么做。王女士，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当你如果决定了在2015年那一刻，虽然事发突然，但你决定了去原谅丈夫，决定了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自己要学会去吞咽一些委屈，去擦干眼泪，去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像现在你的这般状态。我的感受是你一直活在过去的伤痛里，你开始去针对丈夫，去围追堵截。我分明觉得你是失去了信任别人的能力，这注定着很可悲的。真正的安全感是来源于你自己，比如说你在经济上、在情感上是独立的，你能够去更多的关爱自己、提升自己，然后提高自己的一些吸引力，把对他的围追堵截放到自己身上，让他去担心你。同时我觉得给到丈夫一些稳定的情绪，包括也会去适当的要去关心他，去和他做一些温情的互动，这个是妻子该应该有的一个姿态。如果把这份丢失说都是他造成的，那当初你可以选择转身离开呀，冰释前嫌，放掉过去，重新开始。王女士的诉求是看看邓先生能不能改掉他出轨和撒谎的毛病。邓先生的诉求是和老婆好好过下去。你们这两个诉求提出了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一个多次出轨的男人，不止出轨自己的旧爱，还有新欢。这样的男人，你让他停止这样的行为到底有多难？况且邓先生在现场对自己的出轨行为没有明确的理由解释，好玩可以出轨自己的初恋，侥幸可以出轨陌陌上的新欢，随便怎样都可以。那你说这行为改起来有多难啊？王女士这边，无论邓先生这边多次无理由的出轨，8年的时间，你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从这个婚姻当中抽离，然后还想让这个婚姻过下去。那无论是让你下定决心，还是让你接受婚姻现状继续下去，这都很难。那这个事儿，就您俩这问题，就必须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了。与其要求一个人去改变，不如让他自愿去改变。所以我们邓先生必须得清楚停止出轨行为的心理驱动力是什么，就怎么样才能不让自己觉得好玩就干，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像一个成熟的男人那样有定力，这才是本质。我归结为你们两个人的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我们邓先生不能让自己定心，身为一个有老婆有两个孩子的男人，不能在婚姻当中定心，不能对自己安居的地方定心，不能对自己生活的状态定心，就你的心根本就不定。那么作为妻子，王女士，你不能让她安心，
无论大家说你貌美也好，说你温柔以待也好，说你怎样也好，但很遗憾，你所有大家表扬你的品质都不足以让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婚姻当中安心。如果安心了，那哪还会有外心呢？所以你们之间问题的解决，一个是王女士要学会如何让邓先生在你的婚姻当中安心，另一个就是邓先生如何督促自己成长，让自己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定心。李金平认为，邓先生最大的错处就是心理认知出了问题，他意识不到婚姻中忠诚的重要性，并且由着自己的本能驱动去不断背叛撒谎，而王女士则对于这段婚姻无底线包容，既无法下定决心离开，又找不到改变的方向，所以才会让自己在痛苦的漩涡里不断沉沦。观察员武运带着王女士进了密室，一进密室她就先分析起了这段婚姻里存在的问题。我告诉你，夫妻之间是要有互动的，不光是她向你说一些介绍一些，你也要主动的跟她说一说，这个叫什么叫夫妻之间的分享欲。你看你俩都吓着不敢说话，她多说一句怕被你抓把柄，你多说一句会激起她的愤怒，那这个家不就是死气沉沉的吗？对，我就觉得很没意思。嗯，这样对孩子的话成长真的很有影响的。嗯，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吧，我建议你们俩都拿出一个信任的态度，就是相信对方，这我们可以提要求嘛。第一，经济上公开透明；第二点，就在情感上，我觉得他应该主动的去呈现出他的一个真诚的态度；第三点，他把时间和精力多花在家里和你身上、孩子身上，你一定要学会多一些的鼓励，就是引导他说出心里话，这样对夫妻感情才会好。武运帮着王女士提出了对邓先生的要求，不论如何，这是邓先生想要挽救婚姻必须做出的改变。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将这个要求带给了邓先生。无论怎么样，你如果说在婚姻中这种背叛情感，这是最大的杀伤力。我希望我们和好如初。和好如初，就是以前那个样子。跟你呢，你还要你做呀。我做，我们也要相互的。我说的，少一点猜疑，多相互多一点问候。嗯，其实我不干活比干活还累，工地上也操心，家里面也操心。家里面要操心，还要担心孩子，对，是吧？那你如果说你不犯这方面的错，以前你老婆会这样吗？她这个性格反正是有点。今天来是吧？不想离婚，但是你要怎么才能重拾你妻子对你的信任感呢？你要怎么做？你知道不？我知道怎么做，但是说不出来。当妻子要有安全感，要有安全感。第一，家庭的经济一定要给他管。经济上你给他保障，让这个安全感会增加，知道不？还有个情感上也让他有安全感，你要多腾出一点时间陪陪他。比如说你去哪里要跟他有个沟通，对老婆不要有隐瞒。以后你还会去背叛情感吗？我刚才说了，嗯，再也不会去了。我们那里就是说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真的，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是怎样就是怎样。邓先生信誓旦旦地做出了承诺，但是显然王女士对这个承诺并不相信。我觉得一旦他就是说一骗我，我又受不了呀。嗯，我就想不想跟他过。因为我个人觉得你们的婚姻其实双方都还是可以，因为这个有责任，有还是有一些期待的。那我们就试着往前走一走，婚姻不易嘛，咱们再努把力，也许这个丈夫通过这一次，他能够真正的反省和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武运建议王女士可以试着再给邓先生最后一个机会，但是面对武运提出的问题，王女士却沉默了。那么她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呢？密室回来马上揭晓。
大家好，我是铁峰，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补充辅酶 Q 时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有一些老铁觉得啊，辅酶 Q 时太贵了，不敢用，动辄一个月都得300-400元。不过本档快乐团拼让您买到就赚到，大品牌的辅酶 Q 时软胶囊原价298元一瓶，本档团拼价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瓶为一组。那您是没听错，一个月才49元，平均每天相当于1.6元，而且只限购3瓶。本档我们只备货了300组，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线，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款辅酶 Q 十首先就是含量非常高，每一粒的规格是300毫克，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3.3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属于小蓝帽，好用易吸收，被称为是心脏加油站。平时因为价格高而不敢服用辅酶 Q 十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本档福利价格，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相当于每天1.6元。自己用或者买一套孝敬爸妈都可以。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298元一瓶，本档团拼价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三瓶为一组。那您是没听错，一个月才49元。只限300组，电话正忙，库存急速下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一起团。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到现场以后，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是什么决定，各自有什么想法。从今往后，我好好待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说咱回家吧，好好过日子。嗯。哎，老婆，我爱你。我就再给你半年时间，边走边看，看你是否能定下心来过这个日子，能改掉。出轨说谎，你要真的能改变，那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我也会多一些对你多一些理解。请老婆放心，从今以后经济上感情上给你安全感，我相信你。调解结束了，王女士最后还是愿意给邓先生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付出的这么多年青春一个最后的交代，希望邓先生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并真正的做出改变。毕竟失望攒够的人，最后的离开都是不会告别的。婚姻就像是夫妻双方携手同建的一栋房屋，如果一方反复背叛撒谎，就会把房子的地基一点点挖松，直至房屋最后崩塌。而互相信任的夫妻劲往一处时，则能为其添砖加瓦，让房子一点点变成最温暖的避风港。希望邓先生能明白这个道理，给足王女士安全感，这样的婚姻才能长长久久，和和美美。